来放这个竹笼，在这个小河里面、小溪里面放。我们主要放的这个笼呢，主要是针对盘角鱼，看看有没有货。我们把这个饵料放到里面来，等一下呢，拿水草给它塞住这里，就好了。石头放里面应该有，放在这里看看能不能放得过。现在呢，上面这里要留一点给它透气，这样吧。我们要从这里面穿过去，还有这两个笼。这里放一个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五个笼呢，我们已经完全放下去了。明天过来看收获了。这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期再见了，看明天收获怎么样。